我生活的真正的难过。我的阿母吃一个走面鸡腿，吃个点点有味，我是生活足艰苦的。我唔知何时何日，我才当出头天，要着我的母亲啦。而且在这中间，我为后提起，讲我业务做工袂认真，要从查某囝嫁我做家后啦。唉，咱家庭散车要来饲人的气呢，我嘛唔敢答应。我伫这个所在，真正的艰苦。我在什么时阵呢？我才当出头天。这当我把母亲的老大人富贵的啦啊！你跟乌鸡店单位为公哎呀！好险啊！危险！我伫树仔脚咧忏悔，我伫咧难过，有在讲呢。为公死啦，共当一当个大树啦，大树头，何公闪闪有这样物件，我来，我来，什么？大树共倒落去树头去红黄金，归红满满啦，啊，安尼我知啦，一定天神来同情我，在我了我，未得叫我抱歉。红天锁正还黄金，要我改正生活，要我老母好过日啦！我真正欢喜，我跟你正黄金无呢，回转家门，免被母亲知情啊！兄弟，你大家有小伯无？无小伯吼，阿爸介绍大家来做朋友。我姓廖，叫廖做妹。廖妹啊！你这妖叔啊，拢叫我廖妹啊！我甲大摊子咧，我廖妹啊！兄弟啊，人真硬，我咧硬安怎你知无？你若唔知，我讲你知哈。做阮大一摆吼，大富大贵，讲偌好嫁就偌好嫁，一煞咧，佫娶到一个水某。一我安尼吼，头壳话要比阮大较好，啊人面嘛比阮大较宽，我还讲你浪流连，迄人正硬啊！迄落平人面嘞吼，无论讲话多凉啦、矮啊、深啦、就孤福啦、落刀空啦、狗无影啊啦、鸡无见啦啦啊！啊，这大家拢跟我无交陪哩呢，一咱安尼吼，佫一颗溜溜，啊人先想想袂晓，我去问阮母啊，讲母啊母啊，阮大学啊出八百个遐乌鸦。阮母在从头至尾讲话听，兄弟啊，安尼唔够简单，都甲咱变一个鸡腿球啊！老母吼，就得到黄金的大红，这我都会晓咧。我透早五点吼，我就去菜市啊，我买这个哦，买鸡腿去大帮啦啊！我唔来叫头家甲弟弟咧拍波讲你咧，甲我吼，提起阮兜臭水沟呀吼，甲哥哥咧，甲哥哥咧，啊提起来皮块，臭毛毛，臭毛毛。去哦！我咧打，我老母啊骗了，老母啊，歹势啦！我在我咧鸡腿肉做大鸡吼，溜手球顶草水沟落去啦，做歹势，做不好诶！我母啊，故意人咧，讲话紧啦，啊，啊，腾腾落去食你啊！我母啊，一个甜甜又味，一个爽歪歪，兄弟啊！我补啊，我补啊！即摆吼，爱用阮大来做一张球啊，来球啊，较参会，迄雷公啊弹吼，我都好夹起来咧。哎，即嘛若要找树，我嘛找个大丛的。迄雷公若讲，唔知较大，看得还唔对？有咯有咯，我补啊你咧，真够简单。兄弟啊，来来找恁争个凳上大丛的，五百块钱啊，你争头，来去来去啊！雷神变了变啊，了不？
神雷先生的红玉帝交代下官雷大不老主持的玉花亚弟啊，不是啊，这档上大档啊，这档五百万的亚弟呢，这若非讲档哦，我都未算你啊。哎，亚弟啊，啊我听阮母咧讲咧，讲阮大伫树仔开咧参会，哎，啊若演戏我都会晓你咧，晓啦，我嘛爱参会你咧，加来个跪落，加跪落，哎笑跪落，哎笑。屁啊，雷公啊，神啊，你都来接我我。我了不的，我真不合，我吃的山珍海味，我老母吃的吼是糟米的鸡腿。你讲你都讲我，我实在真不合。亚弟啊，你当你讲好，你有听的无？你当你讲啊，不对呀！你讲你打人不好做跨轮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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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亚弟啊，哦，惊一个了，啊，当头白干无一个讲，当车尾飘一个，哦，我惊一个，你当时恁是安怎？啊，白干无一个讲当车尾，哎呀，会死哦！啊，我你看有人叫你讲撞着了，吓啦吓啦，甲看卖了，我看卖了看卖了看卖了，哎呀，我血骨你出现啦，我会死啦！哦，哎哎，你大家啊！啊，咱叫你什么人叫雷公公，当时真的不好做了。啊，兄弟啊，啊，这这不好叫雷公公哦，公无私心，一家在地还对。对啊。因母你较好嘞，要恁大个吼，人爱就真友好，人即摆大富大贵。啊，你嘞？哎呀，我袂乖啊，我唔敢。我甲你讲啦，啊，咱人吼。人家老辈咧讲，讲做人子孙该友好，好做感动天。恁大个吼，遐友好，你甲看即摆大富大贵。啊你咧，我会死啦！坎坷啦，啊，公务在啦，你怎个啊？咱人爱做好对唔对？咱人伫做天咧看是也毋是？是啊。哎呀嘛，啊，咱多谢你，多谢咱各位敬爱观众朋友吼，人咧做天看是哦。来，阿拉这边做一个大摇做歌播，所以你可以看见大家在那做汤事哦。哎呀，好来，阿恁即摆吼，咱来翕团片照，咱邀请咱包一个嘞。